嗨，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两盘精彩的国战，希望您能够多多帮我们三连。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盘，他说存了一波连弩，然后那个什么爆发，黄盖。当然现在那个黄盖跟以前不一样，他以前有这个苦死盖这个说法嘛，现在是没有这个说法了。现在这个黄盖你很难说他除非他说你说他什么发动时机可能不太正确，但是黄盖他的唯一技能就是苦肉啊，他一回合发动一次是天经地义的，他要是不发动的话那就废掉了。当然即便他是什么一血零牌的时候，他如果想要爆发他是可以搏一下的，就是说我自己那个怎么样我都可以赌一下这个，对吧？那不像以前，因为你以前苦死的话不仅害你自己，你还害你的队友，就是说整个的团队都把桃子喂给你一个人嘛，结果你啪啪啪啪一堆，你什么货都没有，这个叫团队毒瘤。其实这说白了也是国战的一个道理的，就是说你害自己无所谓，你不要坑害你的团队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问题。好，我们看一下哦，这个地方的话，黑顺了一个顺哦，他这个战还好，没有丧尽兵狂。这个战的话你也没有往下顺，所以说你看这个祝融就没有杀你，不然的话你要是顺了他的话，他拿几把青钢剑可能就要怼你了啊。虽然说你有闪，但是这个闪留着还是有用的嘛，万一后面还用得上呢。哎呦，这战开始怼这个孙策，这样的话黑周瑜孙策啊，这地方的话那个我们黄盖和这个周瑜肯定有一腿的啊，这个肯定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好，我们看一下啊，当然那个周瑜和黄盖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的，什么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好，这个庞德其实你还别说哦，这个虽然说什么黄忠，当然那身份局里面的黄忠不仅可以远距离输出，而且他还可以就是说加一点那个伤害的嘛，庞德基本来说就属于那个也属于刀刀见血吧，你只要有装备的话，因为装备这种东西三国杀里面大家都需要的嘛，就用这装备保护自己嘛，那庞德偏偏就是这个就来克你的，你敢挂装备我就直接下装备，而且在庞德面前什么藤甲哇，什么人王尊哪，什么八卦哇，这都是摆设来的。好，看一下啊，黑这一盘的话真机要为这个曹丕报仇的。好，当然这个他的工资都已经发完了，这个状态他现在唯一的这个厉害就是他有双马的啊，庞德马腾双马，他基本来说能够得到全场，就排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啊，他基本上来说的话。好，我们看一下啊，顺手牵羊这地方的话杀，看来还是要欺负邓艾的啊，让他那个什么活那个叫啥来着，那个倒在希望的田野上啊，这些词其实还是挺可爱的，还是挺可爱的，这些词啊，怎么打啊，接着你杀没用，因为你如果邓艾没有装备的话，你怼他一下，那个，哎，这个你还别说哦，甄姬还真是，如果手上有一张牌，他还真是某种程度上不怕你庞德，哎，这我以前说过，就是说手上如果最后一张牌庞德杀是刀刀见血，甄姬还真不是啊，他手上最后一张牌，你把他那个牌换成你那张杀，如果你那张杀是黑色的话，他可以倾国打出去的啊，这个还真的是例外的。好，我们看一下，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还是龟缩到了最后，你看这个连弩我们一直手上一直存着的。好，这把蜀国也得太惨了吧，这蜀国哎呦，我感觉出来的这个，当然三号也没办法，其实讲说的是说蜀国这么个破车，这个肯定顶不住的啊，这江面的话。好，我们就杀了一刀，好，就这样啊，因为我们是四血嘛，四血将它的一个优势就是在于你实在是猜不了它的是什么，对吧？就是你说三血这种东西，至少三血不卖，大部分情况就不是魏国嘛。但是这个不一样了，嘿，这个周瑜，你这个南蛮伤呀，我们的血。不过我说过了，现在这个黄盖倒真无所谓，对吧？因为苦肉只有一次嘛，所以严格来说，跟以前倒真不是。你这个不要有惯性思维啊，就是说那个现在黄盖它只能发动一次嘛。所以说这个掉无所谓了啊，哎，这个的话背锅啊，背锅侠背锅。好，我们看一下啊，这张的话他怎么打，打谁哦，打这个杀，看一下啊，哇塞，这个有点狠啊，这一下的话真的有点狠啊，这一下的话这个。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打死了，现在是打他们三个，好，看一下啊，果壳拆桥，然后南蛮入侵。好，
这一下的话不惧啊，咱们当然那狗最好是俩血，因为那狗九我们可能要那个九杀打出去啊。好，这样可以，哎，给自己队友过下牌，反正那个俩血的孙坚就是扒别人牌的这个收益可能不是很高，但是给自己队友过下牌还是可以的。好，这一下可以，哎，可以。好，然后的话决斗啊，咱们反正咱们有牌的嘛，好，决斗。好，九看翻谁啊，我翻的话这个时候还反杀，结果这个时候杀。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下的话那个打死了，漂亮，哎，机会来了啊，杀。对，然后那个铁锁连环九啊，杀，借你这个用的啊。好，老黄早要准备好了这个刀的，这把武器在最后这一波还是可以的，一波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波。啊，这个如果他托管了，他万一要活下来之后，最后留一个杀，还是保证能够把他们所有全部都带掉的啊。好，我们看一下第二盘。第二盘的话是精彩搏战，荀攸真神将。荀攸确实是这个组合确实很强啊，以前这个劈点很强，现在荀攸离点也是非常非常强啊。哇塞，这个牌，他这个牌只要这样就可以起飞了，真的就可以起飞，因为荀攸带离点的话，他基本上来说那个骑策的这个就没有什么限制了嘛，因为大家都知道为了在国战里面它其实是限制了荀攸，就是不让你能随便开 A， 但是有这么个组合那基本上开 A， 而且最这个组合最强大的就在于曹老板这个能力得到提高，魏国只要有曹老板出现对吧，曹操和这个荀攸那不过他们两个有这种好配合很正常的，他本来人家荀攸就是曹操的这边的那个总参谋长的，这个是没什么可说的，本来人家那个好，这叫漂亮，冠师府在此，你闪了也是白闪啊，驼子，好，驼子你就不出了，好，这直接打，好，过家牌，哎呀，神将啊，神将啊，好，直接突了啊，杀，好，这人的话，好，因为那个蔡文姬就这么多牌，好，当然你留够七张牌啊，留把这个牌手牌数还留，就是留着七张牌的，好。这个段的话蔡文姬说有太子就凉了，抱歉啊，没太子你们也凉了啊，这个荀攸离点在这边不需要的，对，我们不需要的太子的。好，然后的话这个一那个杀，看一下几张牌啊，那个决斗这个段还是比较稳妥，因为他打死了一个嘛，就六张牌就可以了，刚才打死了一个六张牌就行了，这个玩这个荀攸是肯定你要把牌算好的，因为现在打死了一个嘛，六张牌就可以开 A 了，所以说保证这么一个状态。另外一点也不怕你砸脚，砸脚的话离点过一下，然后我们荀攸再过一下，等于说还是两张牌的，等于变相也是一记的啊，这样肯定不换的啊，这样肯定不换。离点这个能换成什么呢？这个对不对？这不有长者在保佑你，你还怕什么？对不对？对吧？你也不可能换一个武将比这个长者更强了。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杀，那过牌，然后继续啊，那个远交进攻。那么这样，因为远交进攻也没有别人可以用了，无懈可击，对吧？继续打，无懈可击，这一波这个。所以说被魏国摁着打的这种滋味真的是很难受的，这一盘夏侯惇的话这个实话实说发挥不是很大，不然这把这个荀攸这把啊，不，这个郭嘉这把还可以的，我要杀，这吃菜就吃菜啊，我们就是吃菜的嘛，对不对，忘气你要忘你就忘。好，那么五谷丰登，那么无懈可击，嘿，这盘他只要能过无懈牛掰啊，这都能给你过到啊，不过他也就是迟一轮死的问题啊。好，那么顺手牵羊，他要不要他自己吃啊？顺手牵羊，看他怎么弄啊？有驱虎吗？这个哦，一个 K 点接，还让我们吃菜了。这个家伙当然也行吧，因为我们这两个将都很强。他这个他要吃菜了的话，郭嘉断了的话，那个荀彧一个人基本上就没什么事情了。好，哎，那么这样可以啊？这个地方的话，大家可以，我们可以现场实测，大家看一下被断肠之后，看看可不可以换的，看一下。试一下，哎，这个他们说的很对，我们这个问题，因为说实话我自己也没怎么玩，我也没试过啊，大家那个我们待会儿他应该会现场实测一下，看看可不可以换的，就被断肠之后，因为魏国应该被断肠，或者是说被变成士兵，应该是一样的，我感觉应该是一样的，这个啊，这样哇，你还开桃园，那你不是作？好，我们这时候无非就这个就是试技能了，这个纯粹就是为了最后我们就看一个这个最后这个只是这个目的的，好。九，哎呦，杀，哎呦，郭嘉好疼啊！没事啊，有甄姬啊，有甄姬在，宝宝不哭的啊，宝宝不哭。好，然后的话，那个看一下，哎，真的可以，大家看，可以啊，可以。
但是你看这个段其实非常坑爹，大家注意看这里啊，这个断肠失去这个技能这几个字还在的，但是你看这个强袭还在这里的，可以发动的强袭这个标语在这里的，对吧？所以说这个系统界面做的也是好搞笑的，对吧？你这个丝毫没有改变嘛，它这个还是跟以前一样，说明这个偷工减料这个劣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了。啊，换了啊，换了一个这个典韦，那到时候说不定不，那我就不知道一个事情了。这个大家也可以弹幕告诉啊，我就可不可以把李典换回来？就是我们假设这个情况下，我不停的话，不停的话，可不可以把李典换回来？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事实证明确实是的，就变被断肠了，还是可以换技能的，可以换的。所以说这个荀攸这个技能也是玩克什么张真呐这些的啊。这个荀攸不愧是我们曹魏的这个谋主的。好，那么今天的精彩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